主料，土豆一个，辅料，胡椒粉，食盐。准备时间，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，30分钟到1小时。洗净土豆，把土豆切薄片，厚度均匀末，把盐放进土豆片里，拌匀腌制一会。土豆片放置烤网，撒上胡椒粉即可。烤箱预热，上下150度，烤箱中下层，4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要注意火候，免得烤糊了。我是一直看着烤的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